33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的女孩10岁等2岁，我的老公当农夫，我的身高158公分，我的体重80公斤，我从印尼南方来的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的学历就中辈，我有6个兄弟姐妹，我排行第6个，我有经验工作，在家的一年照顾小孩，跟在台湾3年照顾阿妈。我要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想帮助家庭赚钱。我会煮饭、洗衣服、洗碗盘跟打扫。我会说中文，我会煮姜、煮菠菜，我会煮杂菜、炒菜、蒸蛋、蒸米、煮蛋、卤肉跟卤蛋。我会照顾阿妈、照顾阿公跟照顾小孩。我会好好工作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呆呆，拜拜。